侯汉廷春节特别节目。最近在反民进党台珠，过年了，不要提脏东西。我要忏悔，我出门都没有戴口罩，也没有勤洗手。你这个孽子，我让你扫地出门啊！哎，过年不能扫地哦。你干嘛过来？过来！啊！妈妈帮你存起来啊！我要叫警察，这里有诈骗犯。我骗你啦，帮你交学费的啦。都在这里吗？对对对，都。这有诈骗犯，我要叫警察了。啊，终于可以休息，出来上班的啦，睡不睡？时间过去吗？汉廷粉丝专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汉廷啊，牛年到了，要不要讲些有关牛年的吉祥话呀？好，祝大家在牛年工作上能做牛做马，钱财如泥牛入海，家人之间牛衣对气，将来做个牛皮大王，一定成为牛鬼蛇神。一听这个好吉祥啊！哎，这个梗是不是去年用过的？我只是个艺人嘛，哪来那么多梗？你可以买个电锯啊，超多梗啊！为什么？最后，我们还是要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这个梗好像也是去年用过的。